空拍镜头横跨北港西上的是女儿桥，而与它对望的则是以清水磨工法制成的北港天空之桥，得天独厚地理位置，看日出、永夕阳，远眺北港西及女儿桥。台糖废铁道翻新，摇身一变，不只是在地人气景点，还曾经获得意大利世界建筑大赛闯入前20名，如今却遭人恶意破坏。好大一个猪头，红色喷漆到处作画，爱心图样圈圈叉叉，地上更大胆写着我来了。打卡人气景点天空之桥被破坏得体无完肤，担心破坏清水膜表面，工作人员先用药剂来回擦拭，再以强力水柱清洗。都要无看啦，安尼哪好看？为哎，一个桥这水啊，为安尼哪会看？除了修复，由于现场并未架设监视器，到底是谁这么可恶？警方在现场找到一罐遗留的喷漆，将采集指纹揪出破坏元凶。记者廖文斌、许玉文、吴鹏新，云林报道。